唯一的一个幸存者，哦嗯、就是这个冤案的这个苦主，或者受害人，哦，就唯一的幸存者，哦，杨勋春律师，杨、黄妈妈，啊，甲伊的公主，哦，黄来凡先生，啊、来伫遮就咱这个这个节目，哦，啊，呀，要甲大家画这个水。好，大家好，啊、我尽量嘛，大家好。嗯，真感谢大家。啊，伫这个节目这开始的时候，啊，我想我先来甲各位做一个这真简单的这个报告哈，因为这个背景的这个啊，这个背景哈，应该是爱甲各位来小可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因为这年久未深嘛吼。这个案哦，已经发生有够久吼，所以伫咱台湾的这个新的世代啦吼，拢对这个命案，而且对这个冤案哦，已经是可能无什么记忆吼。啊，不过这个冤案哦，会使讲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吼。啊，所以我伫这个开始的时候，我先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吼。啊，当初是咱爱知影，就是讲因为这个命案呢，这个冤案吼。是伫1950年代发生，对不对吼？啊，伫1950年代，咱大家拢知影吼，就是讲，这个蒋介石吼，蒋介石，伊是伫迄个1949年12月初八吼，嗯，啊来渡亡来台湾，吼，渡亡来台湾。啊，伫1950年的这个3月初一吼，嗯。伊讲伊叫做复刑逝世啦，吼、哦，伊意思就是讲伊伫台湾吼、哦，重建伊个中华民国嘛，甲伊个中华民国政府。OK， 好。啊，但是咱来了解就是讲，伫这个1949年5月20日开始吼、哦，台湾就被这个蒋介石的这个政府就是。哦，这里迄迄阵啊叫做台湾新政府吼、哦，啊，台湾省的警备总部啊，吼、哦，警备总部，伫迄个五月七十吼，伊颁布戒严令，颁布戒严，意思就是讲五月七十的凌晨吼、哦，这个戒严令就开始生效了。啊，这个戒严令吼、哦，一直到当时呢，一直到1987年的时候，戒严令才宣布解除嘛。有一种叫戒严嘛，所以意思就是讲，台湾是拢总有38年吼，这个时间是伫这个戒严，伫这个戒严时间。戒严是，戒严中。这是创世界纪录吼。过来就是讲，伫迄个当初时，咱来了解就是讲，为1949年5月20日开始嘛吼，一直到1999年5月22日吼，这段时间呢。在台湾的历史，咱称作啥？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所以你看，在那个时阵是戒严，啊，佫是白色恐怖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内底，从咱拢了解，蒋介石这个政府，这个不义的政权，你就知影讲，在那个时阵，在这个这么长几啊十年的这中间，那是制造有够多的冤案。假案甲错案，对，而且真侪拢是政治的动机嘛。有当时啊，伊是直接的政治迫害，但是有当时啊，伊是假借司法，对不对哈？啊，进行政治迫害，是不是安尼？对。OK， 好。啊，所以咱即马那了解这个背景了后，咱就靠法度来了解讲，是安怎伫1950年代吼，会发生这个武汉大旅社这个冤案。啊，咱即摆嘞，武汉大旅社这个冤案吼、哦，隆重之后吼，那是历经差不多就是为以这个命案开始发生了后，一直到这个调查局介入，啊，甲蒋介石介入了后，一直了后就有迄个真长的时间是司法的审判，司法的程序，所以讲一直到1970年啦，吼、哦。一直到1976年，一直到1975年啊，吼，1975年的时候，迄阵啊，
迄阵啊，才判决确定嘛，对不对？哈、嗯，好、哦、啊，了后呢，判决确定了后，还佫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命案，吼、哦，这个冤案的男主角，吼、哦，这个上界重要的主角，就是黄学文，黄学文。啊，因为黄学文呢，伊伫这个判决确定以前吼，因为真唔愿，真唔愿，因为这是酒驾炮制的冤案嘛。嗯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迫害，所以伊唔愿当然一定爱逃亡。伊、嗯、逃亡了后，一直到当时，一直到拢做，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迄阵啊，酒驾才讲啊，这个，这是来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才认为讲啊，这个完全这个无可能，对不对？这个也无迄个什么，迄他杀的一寡遐事实啊是啥物？从酒驾、啊，这个酒驾，中华民国这个政权，伫1995年的时候，迄阵啊，才讲啊无安尼，咱来甲创好免诉。嗯，免诉。意思就是会不了了之啦，吼、哦，不了了之，吼、哦。但是伫这个了后，伫这个了后，又过经过一段时间，啊，黄学文啊，甲杨勋春女士哦，因个不断继续努力，想要翻案，想要上诉，对不对？吼、哦。嗯。但是拢是无法度嘛，拢是无法度。所以讲，黄学文又搁再逃亡，搁再逃亡来美国，吼、哦、啊！但是无多，一直到当时，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伊过身，黄学文过身了。但是伫这个疫情，国民党的政府又搁甲一遍免诉，对不对？对对。好、哦、，OK， 好。啊、我今仔简单的先甲咱的观众朋友、甲听众朋友先报告个只。不过，今仔日呢，咱因为科主的同志呢。在庭，啊，所以讲咱即马就来请因来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吼。啊，我即马先来请黄学文啊、杨勋春女士的这伊的囡啦吼，伊的后生啊，黄乃凡先生吼、啊，来先甲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对这个案前前后后安尼一二十年对不对吼？二三十年啊，到底这中间伊的这重要的这个经过到底是啥？我来今嘛来请，黄乃凡先生来甲各位报告。好，迄个时阵，我是今嘛吼，这个代志我发生的时候，我是跟人讲开啦，吼。但是因为逐天听阮爸母听看一寡资料滴嘞，吼，实在我是一点印象都无啦，吼。但是呢，我所了解的细汉，常常听，常常伫讲这个代志。这个代志的来龙去脉是安尼吼，迄对这个1945年的时阵吼，阮爸爸黄学文吼，伊经过一个朋友叫张聪明啦吼，啊张聪明是台湾三亚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啦吼，啊迄阵经营一个旅社无成功，倒就请阮爸爸来投资这个台商公司啦吼，到阮爸爸吼。因为本身是做因做起厝的吼，但对这吼嘛，唔是讲真内行，但拄啊，佮接另外一边叫做陈华洲啦吼。那陈华洲这个人是台大化工系的主任啦，吼做董事长啦吼。那即个拄啊开始的时阵，搭到合作，搭合作个个即个二楼吼，都个开做旅社，吼叫做滨江旅社。那滨江旅社经营无外久的时候吼，这个台商公司它破产了，它破产，但阮爸爸就把这二楼就规个甲买过来，对欢迎一下买过来，所以这三块就变阮爸爸规个拢是，阮爸爸甲这个陈华洲吼两个诶股份去啊吼，那因为阮爸爸本身是做营造，所以伊对经营理想嘛无讲真内行，到就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吼。迄阵有一个华侨啦吼，叫做姚家健吼。大家迄阵的时代，刚刚讲这个华侨是足有钱的，但伊佫讲伊对经营理想讲真有经验啦吼。都所以都着大家来合作啦吼。但合作，但姚家健本身无钱，但伊就是对菲律宾来台湾了吼。但菲律宾有一挂原因也转袂去啊，但伊的钱拢是朋友出的啦吼。啊，伊来做经理来经营。啊，拄我开始的时阵吼，这个经营的过程吼，生意拢袂歹。啊，这个
即、这个储蓄嘛是有股份甲储蓄，拢按时间来分啦。啊，所以即个代志本来是大家拢合作甲足愉快、足喜乐的吼。啊，过无几个月时候吼，啊，即个储蓄也交袂出来，啊，外口佫欠一寡人，欠一寡迄落材料钱啦、工钱有诶无诶啦。啊，阮爸爸感觉安尼是怪怪啊吼，都心里都看下拢有啊钱，咧拢无去，都开始查销嘛。到查销到这个以后，就是这个伊个账房，这个领主张吼，都甲这销都摕给阮爸爸看。结果一查上哦，原来这个姚家管这个经理，姚家俊这个经理吼，有侵占公款的嫌疑啦吼。但迄阵就甲姚家俊大家来参详，但姚家俊就惊东窗事发，想讲我到这个代志，这账房都。拢写个清清楚楚啊，但伊就恶人先告状，先去告啊，吼，先告阮爸爸。但阮爸爸都不得已，当下甲告伊亲情，都甲这个小乡们啊，拢交互去这个法官法院遐去做一个判断就对了，吼。那结果的时阵，法院判断是讲姚家健吼有侵占公款的嫌疑，那伊5000块吼。要求姚家俊提5000块来交保啦，但姚家俊就真不服气，讲：哎，我是华侨嘞，我是过过华侨嘞，但你来，你来说讲叫我提这个钱来交保，因为迄阵的华侨，大家拢想华侨真有钱，都真有势安尼吼，但伊迄阵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嘛，哦，但法官就甲讲：你就算你是华侨，哦，你犯罪，你嘛是爱。爱照规矩来，你嘛是要接受司法的审判，哦。当呢，姚家健就不得已啊，都转去啊，哇！但转去了后，伊即个心情就真歹啊。伊真歹原因就是讲，第一，伊侵占公款，哦，伊有这个钱交保，伊钱也提袂出来，哦。但过来，伊对股东也无多交代，哦。但伊可能过来坐拢啊，伊菲律宾也转袂去啊，哦。那所以，伊这个代志，伊迄阵就一直去这个刑事组啦，再去法院遐去讲，再讲了讲无当 ，OK， 那嘛，再伊了后时阵，就甲都甲讲，无我要去甲蒋介石讲，我华侨转来投资，我就是互台湾人欺负的无的吼，那嘛讲无当，你拢无当解决，哦，那我就要去自杀啦。结果，即是讲过两天以后，的有一天的早起。迄、那个刚毅有些无量啦，吼，嘛是内底迄个受害人之一。到法官伊去自杀去吊死啊！那即马即个代志吼，到吊死了，到就对刑事所遐去报啊，吼。到报到就请，到就高等法院就请这个法医来鉴定。到这个法医吼。这个方面是叶昭聚哈，伊是东南亚法医的鼻祖了哈。但伊嘛是美国这个民法医这个李昌义的老师，但嘛是咱台湾这个法医的鼻祖，这个杨日松的老师了哈。但伊鉴定的结果讲，他这是自杀哈。那自杀，那这个代志就本来就不了了之了。那这样问题处理到位嘞？问题就是讲，这个姚家健伊的内弟啦，伊某的小弟吼，吴雪成吼，是高雄调查站的站长，吼，都因为贪污这个案，但你要想他向起诉，他免职啊，他免职，他刚刚海落所拄好前些代志，走来给阮爸爸讲人即马是你家吼，无遐简单帮你刷啦，吼，你安尼啦，你提70万来，咱这个代志就刷啦，吼。那迄阵姚家健伊做经理的时候，薪水才600块尔啦。那70万是一个真大个数字啦。那阮爸爸嘛弄心想啊，这个人就死一下，自杀都算拄着啊，衰潲啊，都个搞吴雪成讲，你嘛无上张费用吼，你嘛欠个钱吼，我拢在甲你处理后事。你嘛要用个甲勒索，我一个人都袂出来啦，吼。那所以即马这个吴雪成吼，伊都勒索不成啊啦吼，那伊就去四处去告状。伊就去甲伊利用伊调查局较早高雄站长的迄个职务，去甲媒体披露，叫所有媒体披露，佮叫这个
这个立法委员去甲蒋介石去来讲，吼、哦，去来讲啊，讲到华侨登来投资，煞予人害害死，哦，黄学文、翁阿嬷两个人害害死，钱也无啊，得人也死啊，哦，得了，得这个蒋介石他开始注意这个代志，讲哦，华侨投资安尼被骗，各行台企啊，都开始查，结果一看讲，台湾船务公司的董事长是啥物啊？陈华洲。哦，那陈华洲这个是啥物人呢？伊是台大化工系的主任，哦，接收委员之一。但主要一点是安怎哩？啥？伊是雷震的同好的朋友，伊是支持雷震的迄个同有那边人嘛，同有地切的人，足有地切的人，哦。这个，那蒋介石一看到陈华洲这个人，讲啊，安尼拄好。我迄阵你雷震要阻挡，我拄啊要整肃雷震，啊你只好朋友党羽吼支持者，我要一网打尽，拄拄好吼。那、哦、一看到伊就甲调查讲，讲这代志讲，这个代志华侨回国投资一定要严办，吼、哦。甲讲爱严办呐、啊，那调查局就知影病号的意思啦，拿着羽毛当令箭啦，吼、哦。啊，既然要严办，但是拢已经甲定过啊，讲这这就是资产，吼、哦。啊，即卖呢，搁落去甲这个案重新调查，转落一个检察官。啊，这个检察官伊嘛是反光意识，啊，请这个法医呢，叫做肖道印。这个肖道印是匪谍自新分子，无受过一天的法医训练，交到交叫伊做啥物就做啥物。结果重新鉴定的结果吼，才讲这是他杀。他杀的进程吼，本来这个代志调查局是接案的时候，本来是要用匪谍来办这个案，嘛有一段时间是以匪谍来起诉啦。你知道？结果起诉的时候，发觉讲因这人，包括陈华洲，包括这人，拢是国民党的忠贞分子，找无理由匪谍办。所以你要甲创病，从我拄仔讲的，我补充一下，创病这个他杀去啊。那既然是他杀的，想要做这个假案，恁都要倒脚倒手，哦。要安怎讲伊是他杀的？伊就讲有住三间的这个把送的，吼、哦。讲先个住把他送的，但这把他送对倒位来呢？就是台大化工系的主任，吼、哦。台湾常务的董事长黄学文的股东提供的，吼、哦。那所以讲先个住好死，然后我把他吊起来。所以这个案是变到他杀来办的啦，哦，但这个代志当然这中间有一个真复杂的过程吼，那、哦、这个案拢是调个调做出来，但是有几点吼、哦，我必须要讲的代志就是讲吼，伊这个案吼、哦，有真侪不合理的所在啦吼、哦，第一，伊是讲伊巴拉松，是因为先做巴拉松，结果的时候讲做三针，结果煞发觉。这个尸体顶头敢若有一针字的，那鉴定的是这个姚家健是三更半夜死的，那三更半夜是住三家拢住同一个坑底的吼，哦，他这是要怎么做的？这嘛真足厉害啦吼、哦，这根本就不可能的。第二，伊即马讲巴拉松，伊为了整肃雷震，把这个同学就砍落来。巴拉松是台大。这是农协系才摕到的物件，迄阵这是管制品。但是呢，当我就是台大化工系教授，伊根本就摕袂到这个物件。好、哦，那第三，你讲动机的问题，迄阵的时候已经甲姚家健要和解啊，钱要还伊啊，吼、哦，伊实在是无黄学文翁阿某，嘛是有可能台人是因两个翁阿某，但是因无这个动机讲。是安怎？陈华洲甲其他的人是包括账房、包括工友、包括房客，这么多人要去抬一个老黑啊，这不合理，完全不合理。嘛就弯修来讲，就是黄学文甲杨先生都有这个杀人的动机嘛。然后要抬人，你有情杀、仇杀、财杀嘛，哦，所以这真侪这根本就不合理。结果伊就是做这个案出来。诶，但起码是讲，这个案就是调查局做出来案。
那调查局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所以其中这个真侪法官吼，伫办案的时阵，调查局拢坐你后壁咧办啦，吼。那一看到法官一看到调查局坐你后壁的时候吼，大家这个案都明明知影是冤案，都办不落去啊，吼。但是内底嘛是，即经过十几年，几落十个法官判，但是这个中央嘛是有几个有良心的法官吼。所以阮爸爸经过即个死刑无期，还佫一直上诉吼，非常上诉吼，到明仔今日留到今仔日即个地步吼，就是有真侪，包括即个监察委员即个陶百川的一直追查即个案吼，啊一寡有良心的法官来按住，所以阮爸爸即条命都留掉吼，啊所以讲你。这段时间吼，这个蒋介石统治台湾这段时间，有真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咱唔知影的吼，一寡冤案吼，总共处冤案，都有的是做出来假案吼，总共这案嘛是调查局做出来假案，都有一个是错判的案子吼，这咱拢无法度了解，但是呢，你经过这个。调查局甲这个国民党控制这个媒体的迄落宣传吼，大家拢看到不啥啥，包括阮爸爸这个案，根本都看袂着这个事实的真相。调查局讲这是叫做科学判案，啥物科学判案？调查局头一个介入的刑事案件，就是阮爸爸这件。较早调查局干哪哩办飞碟，本来是要甲这个案做飞碟办，揣无。任何的证据讲，这个人有这个匪谍情，大家拢是国民党的战争分子。哦，无法度办，倒就甲这个经过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法医鼻祖的鉴定的，搁甲推翻掉。哦，讲这个案，吼、哦，规个甲翻案，煞变做台湾案，煞变做刑事案件，而且是调查局头一个介入。所以，阮自己人是其中一个。但是呢，这个案当然，这个更加详细的迄落一寡代志吼，即咱这个可能 David 吼，问我嘛较详细啦。但是阮今日要讲的代志，就是讲出阮爸爸这个案，那台湾有几十个、几百个这个假案、冤案、错案，阮这个代志是较特殊，就是讲到目前为止几落十年啊吼，拢也未结案吼，中间有经过死刑、无期，包括你哦，想要甲阮孙仔通讲，啊，这你都煞咱大家太多你一讲讲，你上诉冤家吼，我都要免诉啦，哦，这个这个案都要收掉啦。啊，阮爸爸因家人，大家当然死也死，活的人吼，伫个当死也死不瞑目，活的人多些人，大家无人要接受免诉。阮爸爸所以讲，都回来吼。哦回来立法院去那个立法院做司法委员会伫执行的时阵去判，你讲阮今有罪，你当搞判死，搞阮所有人判罪，啊无你就讲阮无罪，阮不接受免诉，所以阮是借这个案是讲台湾有真侪种冤案、假案、错案，吼、哦，拢爱经过大家重新的来吼、哦、来迄、那个。来研究，再来看有机会先，再来替大家判案，再替遮所有的成冤者吼、哦，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吼，莫、哦、含冤莫白到死不瞑目安尼啦吼、哦。谢谢你，谢谢。啊，咱真欢喜啊，因为听到黄来凡先生哈、啊，对这个武汉大旅社这个冤案吼、啊，有做一个这个来啊，就是前前后后哈。啊啊，伊即个伊款来做一寡真简单的即个报告吼、哦。啊，因为咱今日呢，因为有即个案的即个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杨勋春女士吼、哦。黄妈妈在场，啊，所以咱即马吼，我也要来请教黄妈妈吼。像你伫即个，因为咱根据即个案的即个一寡资料吼，咱看得出就是讲，伊为即个1960年。一直到1976年嘛，吼、哦，这前后都有十六年、17年这个，这、嗯、嘿、嗯，啊，这中间为
譬如讲，得去予最高法院发回更审拢总都有告别了，对不对？吼。啊，所以这个案的定义就是讲，会使讲是判了，审了又判，判了又审，审了又判，判了又审啊呢。啊，不断啊，底下呢，为高等法院啊、最高法院啊底下呢，不断在重复嘛，吼。就因为死刑，若要确定。一定是要经过最高法院的，对不对哈？他说，但是最高法院如果无法度来判伊死刑嘛，对不对？他说，就爱发回更审，对不对？爱发回更审。所以这中间会使讲是经过十六年至十八年这中间嘛，十八年哈 ，OK。啊，你是去予判，最后你是去予判三年，三年哈，判三年。我刚判十六年。对，所以你叫判三年，最后叫判三年。啊，了后你坐牢了后出来这段时间，你还佫一直在替黄学文佮其他的一个即个受着冤枉的即个人，包括伊本人，还佫在走状嘛，对不对吼？所以你会使甲各位报告，就是讲，甲咱听众朋友、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讲，伫你伫这段时间吼，啊，你有做甚物款的努力，做甚物款努力，啊，我来讲看，我真大略安尼甲各位报告。我吼，也是冤枉，冤枉方抓过现。这个案件是发生到个吼，头一个检察官鉴定吼，结果是自杀，也发医也讲自杀。啊，实在也发医已经检查过吼，3000多个尸体个，去其中发生二三十个巴拉松中毒，但是伊讲反复彻查。绝对是自杀，啊！你搁把他送中毒吼，把他送死是瞳孔极度失血，啊！一个他杀，一个自杀的话，伊拢讲瞳孔散大吼，啊！结果吼，这个话伊根本吼，调查局话伊这是完全做出来，到个六个月了后吼，啊！那做一个为，因为要靠阮的主干靠不吼。靠不到吼，啊做安尼什么，安尼一直发讲发桥转来投资安尼啦吼，啊拄好调查这个蒋介石亲像阮囝哩讲安尼，有这个机会，但呢这个陈华洲吼，陈华洲普通时叫伊来参加台产，以外伊拢唔捌甲阮伫什么来往，即马甲台湾，阮互掠去一个月了后，才甲台湾洲掠来吼。啊，掠来！啊，什么报纸一直袂讲，已经这是人是共产党吼、哦，啊，共产党吼、哦，所以啊，啊，即卖吼，到甲做出来的拢是假。即卖呐，真明显吼、哦，法官看的拢知影讲这是假。甲阮信的，诶，书记官哪信流哪流目屎。啊，阮从迄落时，大家看我遮囡仔迄落安尼。偌侪人好，啊人知影，啊但是你最高法院吼，高等法院若驳回死刑，去最高法院若决定吼，一礼拜就来清杀。我这黄学文吼，爬去爬倒，爬过遍，啊今仔日安怎样啊？黄学文这个重大恶极的死刑犯，予伊交保，因为这内底吼，也不法伊。我嘛唔知影巴拉松是啥物，啊，吊死是啥物情形，吼、哦。啊，阮甲四个月了啊，啊，陈华洲也来咧，吼、哦。啊，陈华洲讲唔惊，调查局唔惊，吼、哦。雷政会救我，吼、哦。讲雷政会救我，吼、哦。啊，伊讲吼，安尼啊，雷政是互掠去，陈华洲讲没有希望啦，陈华洲死去啊。尾后我搞不转来去有找陈华洲的太太。讲无办法，这是政治的迄落，无办法逼。陈华洲的太太，尾仔无外久，陈华洲也死啊。所以我才知影讲，我这个案件唔是讲，干那为着我有钱，要来占我的财产，吼。即马就是含要争这个陈华洲雷震安尼啦，安尼原因吼。啊，我是装到要死，啊，但是吼，拢无希望，吼，对我有利的。阮尾后也是，也发伊摕这个迄落，一直上讲，一个自杀，一个他杀，主要观点就是，
家人是自，这人是死是自杀他杀，观点是这个迄落吼，啊，唔免讲法医，法医这个是免也走一些，啊，这是无受过一工的法医的迄、那个，伊讲伊他杀，啊，但是阮都要求一再每遍要求讲第送第三只鉴定吼。这其中后来从卫生试验所鉴定，阮无把他送吼，医疗纠纷委员会。鉴定讲，也否伊个鉴定对，无把他送。到尾后要求送去第三者吼、哦，日本法医学会吼、哦，这是人私人送去个。讲这样，这是吊死个。伊讲瞳孔极度缩小，才是把他送。啊，我是把他送有鼻个，即把他送个味吼、哦。啊，你吼、哦、面色也无同款吼，瞳孔极度安尼，你这个绝对是吊死个。日本的摕到最高奖，发明把它送的数量，完全也下批来，讲这是吊死的，绝对唔是迄、那个迄落、那個，吼、哦，安尼啊，阮一直甲要求无迄落，无卖，啊，但是吼、哦，到甲十年了，年了后，调这个头牌酸吼，自、哦、头一直注意这个案件，伊去看业证报告书，将将逼这个陈国成吼。哦爱送去，时间已经拖十二年啊，搁拖一日无要紧，送去吼、哦，第三者鉴定吼，啊调查局一听讲第三鉴定绝对反对咧，啊结果陈国成渐渐伊个因迄落，啊全咧送去日本的法医学会鉴定，因为日本把它算是日本发明的，啊法医学会因为各方医学院。公文吼，高等法院讲，你这法院学会是啥物的专家来甲你研究绝对。结果安怎样啊？阮足有希望讲，甲阮送去啊第三者，阮大家认为讲有通判无罪，判三年。吼、哦，阮啊，阮中大二级的死刑犯，阮啊，阮交报出来。安怎样啊？有通好啊？原来是这个。建宗遗书安尼啦，啊，建宗对阮有二等罪，也是一边讲卫生试验所的鉴定会啊判刑啊啦吼，啊，即马过做啊鉴定啊判刑啊啦吼，判刑了吼，外交部叫伊搁送，讲唔免，咱即马无甲伊同交，啊，就安尼迄落，啊，阮甲阮决定啦，我讲这已经吼无必要，敢若有采用调查局的鉴定书，你啊看。就安尼决定啦，啊决定吴阿文，才互交保，吴阿文交保，嗯，啊我都死刑伊嘛无迄落啊，我本来想就走啊吼，走甲走对美国去啊，啊到美国。一九七三年，黄学文的开始逃亡嘛，对不对？啊啊啊！因为伊不管嘛，对不对？对对。啊，结果在美国啊，一直发，一直卖报纸，一直发，啊伊也头壳疼。伊讲哦，你搁走去外国去许，啊，就甲伊讲免受，啊，免受。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免受，啊，免受。阮讲免受嘛是有罪，我无爱免受吼。迄阵伊是免受了，伊会使出头啊啦，吼。啊，从咧我经过甲伊转来台湾，来台湾固定法院上诉。我讲我无爱免受，吼，我爱重审。啊，你若上诉，就是变你免受无，伊搁是死刑安尼，啊。检察官吼，听到讲太苦，后尾吼你唔免迄落，你阁无迄落，我嘛爱上诉，啊，全咧上诉。啊，检察官一件上诉，阮知影，叫吴阿文紧转，紧阁走转来美国个啦，吼。变做黄学文另外个，另外个逃亡，啊，都啊再走转来，啊，走转来嘛是一直发啦，吼，发你有啥办吼？我嘛去见过头牌酸一遍啊，我讲吼。吴阿文去美国啊，伊讲啊，伊得到真正的自由。我讲我玩弄的啊，你玩弄你就甲我洗啊。伊讲我怎伫做监察委员的时候，尽我的力量做，但是即阵啊，我也无力量。伊是监察委员啊，吼，伊讲我也无力量，哈，安尼啦，吼。啊，所以吴阿文交报出来的时阵，专案小组的人啊，甲一个大法官甲我讲，迄阵吴阿文被抓去的时候。绝对袂活会转来，大家认为你袂用活会转来，你今仔日会活转来。伊讲，
气死哦！迄头一个警务处有一个专案小组，有一个迄个在讲，我气死哦！那这个案件吼，吼，这个是根本就头一个调查去，就做他杀办，伊无想讲要甲你调查，伊头一个就做他杀办，啊，你有啥办哦？啊，搁法官一摆的99个贪官污吏的，吼，阮也规定调查局排第一迄落。法官敢会干？调查局送的案件绝对唔敢白翻。阮就即落遮悲惨的迄落呢。我的财产也往抢去，但是我的周围吼，真侪人三个法律师无钱，甲我辩护十八年。苏美玉、何作清、孟平官，吼、哦，苏美玉就是人家政府的迄落啊，吼、哦。啊，甲这何作清是台湾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啊，这某平我一建光学校的迄落，甲我辩十八年。这个史美玉吼、哦，这是足有名的一个法官啦吼。我几乎拢贵人呢。伊就是迄、那个南京战犯审判的迄个主审法官吼，是真有名。从真有名的法官愿意来替黄学文、甲杨青春啊、甲其他的这些受害者吼来辩护。这就是真无简单啊！因之所以有这款独特勇气，嘛是知影讲哦，这就是冤案嘛，吼。OK， 好来。啊，这苏美玉嘛，红过呢，互因遐伊的囝过，过讲违反律师法，伊讲我无要紧，报纸有登，我无要紧，你做你过，我无要答辩，伊安尼，安尼。我以前哩就是讲，黄学文是伫2011年过身嘛，对不对？吼。啊！伫这个以前，伊拢甲你同款，拢一直安尼咧拍拼，拢为着要来申请这个冤案，对不对？吼。所以伊嘛研究什么物件，安尼写偌济，甲伊死一条话。啊，所以讲，因为安尼嘛吼，啊，国民党的政府，所以讲也无法度，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又搁再一次吼，搁再一次，搁甲免诉，搁甲免诉。对。啊，免诉嘛无效啊！免诉，阮十某囝记者。记者伫解放路告状，美术有什么屁用？美术还是有罪。阮查某囝气甲，迄报纸嘛伫骂，有什么屁用？伊讲啊，伊讲什么歹话都骂出来。伊讲根本我无要插，这政治国民党、民进党拢敢那为着选举啦，尔无为老百姓做代志， okay. 可能伊也讲过头啦。当然，咱也有亲像有遮侪吼，安尼。无钱安尼提出建议安尼，甲我支持。我走十几年吼，我无钱吼，头前有三轮车坐，尾啊坐公共汽车，甲尾啊行路安尼，一日到暗都伫撞哦。法院吼，一天撞10点钟以上安尼。就不过这个案，这个案件吼，啊我大家拢死了后，啊我嘛想讲，啊那下都加减啊迄落，大家拢讲我真三八啦，安尼拼。我已经拼55年啊啦，吼、哦，拼到55年，安尼老啊，吼、哦，啊你唔好好过日，啊干嘞都爱安尼做，我哩想讲，六个死去啊，你是冤枉死哦，啊世间不也个偌侪偌可怜的人，白色恐怖、假案、冤案吼，啊什么歹毒、什么物件，风掠去海、掠去迄落，都无地好去讲，吼、哦。那有这个机会，看大家有办法讲哦，来看安尼，有一个机会哦，发表给大家知影，让大家较醒，讲你这個中华民国的政府就是这样话，唔通阁有啥物代志想讲安尼受冤枉，啊受冤枉的人，我有啥物通讲迄个迄啰，就是我无讲真敖真含慢，但是想讲。咱阁还阁会行，会振动。我想讲尽我的力量哦，安尼做看有啥物路有路用无路用，不要紧啦。啊，但是嘛是家己想着，有当时也是真戆嘛，安尼都一直伫做遮代志。真好哦，咱即马一个节目进行到这个抗战哦，咱听到一个。武汉大理社这个冤案，唯一的幸存者黄妈妈，你好，伊也是
讲到遮个时，伊非常的激动吼，非常的激动。即就是安怎？即就是因为伊即个一生呢，就是因为即个案吼，即、這个案，啊，所以讲怎啊变做，会使讲变做完全拢无共。嗯。所以伊一生，伊即马剩一口气吼，伊即马剩一口气，就是继续要过来为即个案呢，伊的即、這个。有一天吼，看会用过来加啊，加平凡啊，是个吼、哦，用什么方法吼、哦，啊，要来洗清这玩偶吼、哦。啊，但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的困难的这个使命啦吼、哦，因为这个案已经太久啊吼、哦，太久。我想，若要用法律过来处理的是，这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技术上。已经有困难了，技术上可能也未到，吼，也未到。所以这个案呢，到尾啊，规章尾啊，嘛是同款，得爱用政治的方法来处理，差不多，吼。啊，咱即马原则上就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杨妈妈伊之所以伊今仔日一直奋斗，伊当然伊嘛唔是干呐为着伊这个案，吼，唔对。伊这个代志就是讲因为。即、这个蒋介石即个政权，就是中华民国即个政权过去安尼为非乱作安尼，就是讲数十年内底伊都有足济个冤案、假案、错案嘛吼、哦。所以讲，今仔杨妈妈伊咧奋斗啊，伊当然是毋是干呐为着伊即个武汉大旅社即个案，伊当然嘛是同款，伊去想着还佫足济伫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时期个是。迄个足济案诶嘛，对不对吼？包括其实足济案拢还袂清啦，还袂清吼。叫人所知，比如讲，有个人敢若想讲，像迄个孙立人案，敢若是已经平反啦。但是其实孙立人案吼，伊还阁有足济迄款，包括伊足济下骹有足济人受害者吼，啊，迄个嘛还阁有足济，其实遐案拢还袂清咧，拢还袂清。所以，这其实拢还阁有足济案啦，吼、嗯。所以看起来吼，不但是杨妈妈，啊，过来还阁有足济咱台湾人吼，也阁爱为着这个法治的建立啦，吼，啊，社会正义啦，吼，司法的正义，还阁继续还阁拍拼，还阁努力吼。所以讲，我正啊想要来请教黄妈妈甲黄来凡先生吼，就讲今仔日。今日我知嘛吼，我知就是讲恁哦设一个网站嘛吼，这个网站叫做讨回公道网嘛吼，讨回公道网吼。啊，这个讨回公道网当然即马开始咧运作嘛吼，开始咧运作。啊，这是一个尝试啦，这是尝试，就是要来予所有的这个冤案、假案、错案，吼，这个苦主或者是因的后代人。看会使利用这个平台嘛吼，利用这个平台，啊，大家吼，啊，来群策群力，看我都上个重要吼，唔是讲要为着家己的这个冤案，讲要来平反，要来洗清，或者讲要得到赔偿，什么什么这，我想这拢在基础嘛。上个重要就是讲要来，要来甲台湾人，甲所有的台湾人，要来三甲努力，就是要来建立这个法治。对，要来追求社会的公义，对不对吼？要来追求这个司法的正义嘛，是不是安尼？对，安尼，你的一生的奋斗才有意义嘛。对，所以除了建立网站以外，吼，杨妈妈、黄妈妈、甲这个黄乃凡先生，恁会使小可讲，对设立网站以前甲以后，吼，恁有一寡什么款的想法甲做法？好，是。大约啊，是小可甲来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做一个报告者。那阮遮囝人吼，都唔敢去望过去的这啦。实在因拢我伫外口总走，因这内容因拢无啥知影。因太细汉了，因细汉都受迄个苦受干。你要问阮遐囝，我唔知影，因无爱回忆迄个心悲惨的迄个童年啦，吼。啊，但是吼、哦，我即马是逐项拢无啊啦，实在是逐项拢无啊。今仔日强强甲我即个囝安尼拖来讲，迄落伊是啊真勉强，伊嘛无啥迄个，伊阵啊伊才五岁呐尔啦。啊，对伊真侪代志，伊迄落也是无啥物了解啦。但是
看老母安尼伫迄落，伊就尽量伫甲我帮忙，安尼就对啦。嗯，我也想讲，都唔通讲台湾，也过有遮尔正无进步的吼。即摆听讲讲，都唔是讲，甲自古早甲几十年甲即摆，即摆看报纸看咧，都嘛无进步偌济咧。反而我看，唔知有比阮。英国也较有正义，也是迄落我无啥知影，已经离开台湾真侪啊，都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吼，安尼做会得到，咱做一挂代志吼，互大家会用个讲努力，甲即个吼司法也好啦，像我即个这位先生讲迄落嘿，安尼好啦。所以咱的目标吼，当然是要来建立台湾的即、這个。譬如讲，让伊个政治会清明嘛，吼，让伊政治会清明，啊，让司法有法度好上轨道嘛，是不是？吼，啊，这当然，这也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啦，吼，这不是遐尼简单哦。啊，这要来形成一个，譬如讲，要来建立一个这款这么清明的政治吼，啊，要得到这个司法的正义啊，吼，这实在是无简单的吼，这是无简单。当然，咱台湾人即马我也有人咧做一寡努力嘛吼。对。好。譬如讲民间的司改会嘛吼，对不对？司法的改革委员会，这个会嘛吼。啊嘛有，我最近的这个，譬如讲这几年啊，都有郑文龙律师咧做这个陪审团，好，这个陪审的这个制度的建立嘛吼。这陪审的制度啦，因建立这当然是真好啦，吼、这会使讲这是较有法度吼法官的这个自由新政啊，什么啊，迄流弊吼，还能大大的降低嘛，对不对？啊，不过当然，咱咧考察咱一寡这个外国的制度咧引进台湾的时吼，咱拢发现讲一寡制度本来拢真好啊，但是引进为台湾这个时吼，真侪拢会全走进去。这可能是因为台湾一挂遐政治文化啦吼，遐社会风气啊，是甚物各方面可能一挂条件啊无齐全，无具备。譬如讲像咱即摆咱咧讲，就是讲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若法度引进台湾的是这一定足好啦吼。啊，不过当然这个陪审制度若会成功吼，这我来甲陪审员是毋是有迄个勇气吼？有迄个道德勇气，讲要来吼主持正义啊，是虾米？这一定有足大的关系嘛，吼。所以若是安尼，是要让陪审员有法度安没有恐惧，有法度去执行陪审员的这个职务的时，这一定要真侪条件爱来配合嘛，吼。譬如讲，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以后这陪审员吼，陪审员。是不是会有黑道去甲威胁啊？是安怎吼？这拢是爱足需要去研究的，这个一挂配套嘛吼。啊，你若以后你若有黑道去后边吼，去咧威胁啊，是安怎的时吼？这赔偿员又唔敢出面的，对不对？啊，过来，伊若真正讲伊有迄个道德勇气要去做陪审员，啊啦，万一若有黑道啊，是虾米人去甲威胁时？啊，是毋是国家或者是什么吼，有法度提供保护吼？这嘛是拢一个问题嘛吼。是。OK， 好，所以讲咱有足侪以后还阁努力的所在。对。不过，咱今日呢，也阁是要来听咱的咱黄乃煌先生吼，看毋是会使就这方面吼，会使做一寡建议甲补充吼。是。我是要甲大家报告啦，因为咱即嘛去美国吼。咱就感觉讲真侪拢足自然，大家手法都即个拢无啥物代志，吼、哦，你就会使完全足自由、足平等的。你的管理甲总统的管理拢完全相同。那即个情形主要就是讲美国即个司法的精神足好的。但是即个代志拄啊对面嘛有讲过，但是喏，伫咱台湾就无法度创即个陪审员的制度吼、哦。我咧想，因为国民党即几十年所有来吼。你这个司法检调系统吼，拢是政府的走狗鹰犬啦，吼、哦。电脑叫你安怎办，吼、哦？你嘛歹办，你政府可能就是用飞碟、用贪污，甲你创掉，都无了你机器人，你就无法度升官，等等，吼、哦。
所以这个是司法就无法度独立，但大家足惊插到政府这个代志，老百姓就是讲嘛较无这个守法的精神啦。哦，你都讲，村民个人因大家拢足守法的，因当然守法有相对的这个政府一个保护的措施，保护证人啊，保护陪审团的成员啊，吼、哦。袂去受到黑道的威胁，到是讲顶头政客，到是委员，到是什么顶顶吼，这就是台湾，我是感觉讲这个事啊爱改进的。所以到国民党就是进行伊就是讲，我刚刚讲整套系统，拢是政府的引擎，到做出这样的假案出来、冤案出来，到导致法官的品行大家拢无好。你讲司法改革会闹好，较早无期甲死刑，大家知影三十年前。无期，伊个死刑变做无期1000万，哦，这是大家知影行情价，哦，各项代志贪污拢不要紧，什么犯拢会使用钱去买，哦，但是司法本身就这样熬这样吵，所以呢做出这样假案的，哦，假案冤案错案，那所以阮今日成立这个，就是讲建立这个平台，哈，哦，大家有较早的案，哦，足侪无判的，这大家拢免讲啊。哦，大家拢知影，林清峰、林义雄、什么陈木生，要真侪啊！迄到底什么都拢完全，阮这个平台就是讲任何人拢会使来参加哦，包括阮这个案哦，好大家有一个机会，甚至我家己所知影的，起码有三案、五案哦，拢是无法度，大家拢唔知影哦。我嘛想讲要提供出来哦，好大家来讨论，甲因一挂亲戚朋友哦，可能佫知影一挂代志哦。当然是要来迄落，要来要来提供有迄落国家，佮有较好的证据，才会使来去，互这个受冤枉的人吼，大家佮有平反的机会，但至少有一大家有一讲话的机会，吼，较免像较早，阮这种代志，阮连讲都唔敢讲，哎，阮连讲都唔敢讲，但人嘛唔敢听。你从较早，阮个姑安尼无代无事，啥物听人讲啥，倒落未毁宣传，啥物着去里头坐几年，敢若听一句话就电着。较早种人足侪个啦吼，阮提供这个平台，嘛希望讲台湾的司法是来讲，到个起码嘛无独立，大家拢真了解，到屁股司法都未必。那所以讲，那配套措施就是讲，你今仔日作为陪审团哦，即陪审团的成员。在台湾无可能成立啦，因为会去用买收，用钱买收，无钱买收，顶头你的上司，你的什么人会去利用金钱，利用你的职位来胁迫，哦，都嘛无咧，黑道会去恁厝拍钱，这你美国无可能发生啦，对不对？那所以讲陪审员，我讲台湾根本就无可能，甲全年、二十年、三十年根本就无可能，因为这个陪审团无法度，政府无法度提供相对的保护措施，甚物人敢讲？甚物人敢讲真正话？我想是安尼啦。官员都唔敢讲，官员都唔敢讲，甚物人？我想是安尼啦吼，就是讲这个，咱即马小可来讲这个 jury system， 就是这个陪审制度的这个问题啦吼。用这个陪审制度吼是真好的制度，是真好的制度。啊，不过按配套措施啦吼，啊，这个制度哪样伫台湾实现？伊伫台湾实现是绝对是对法治的建立，即绝对是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咱爱促成伊，咱爱促成，咱来促成，咱来努力。是啊，毋是讲无可能，哦，毋是讲无可能，是爱用足大的力，爱用足大的力吼，来甲建立吼。我想咱乐观其成，啊，咱嘛爱来帮助伊建立啦，吼，爱帮助伊建立，吼。这就是安咯，这就是，这咱的终极目标吼，就是要来追求由西方的现代民主政体所定义的这个法治啦，这个法治，吼。啊，我若用英语讲，就是讲 rule of law as defined by the Western democracies。咱即摆拢定听到中国迄边拢讲咧法治嘛吼，伊嘛咧讲法治。但是因迄就是一般来讲的，就是威权政府所实施的这个，伊迄叫做 rule by law，rule by law。但是西方哦，西方的政治，伫西方的民主体系，
之下，伊所实施、伊所咧推动的，伊这个法治哦，迄叫做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迄是完全无共的物啊吼。咱最终要追求的，就是这个吼。啊，那安尼是以后政治就开始清明，是是是，对不对？吼，这个。即、这个你若讲要用司法要来迫害，即个较无可能法度发生个啦。是是，对不对吼、嗯？有诶，迄个政治诶迫害，其实是假借司法嘛。嗯、对。假借司法咧进行嘛，对不对吼、嗯？啊，你即个假借司法进行个时候，有阵时啊，迄是你要对付伊真困难，对不对？你若是讲单纯的政治迫害吼，大家拢看较会清。但是有阵时啊，伊用迄较，迄叫做较细致的动作，就是法律嘛，用法律来甲你破坏的时候，迄阵啊，你真都真歹应付。是是，对。哦，所以讲，若有迄个陪审团，有迄个陪审制度来讲，应该是会较好些。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咱乐观其成，咱来帮助伊建立。是啊是啊。好。啊，除了这以外吼，除了这以外，恁还佫有甚物款的？譬如讲。啊，佮有其他个甚物事，就是讲，譬如讲来即个疫情个话吼，就讲即个目前咱即个，譬如讲，即个武汉大旅社这个案嘛吼，即个行到遮嘛吼，行到遮就是免诉的状态嘛，是毋是？是，吼、哦、免诉的状态。免诉伊即个过期。除了你，我相信杨妈妈、黄妈妈一定袂接受免诉嘛。民事伊是黄合文民事咧，啊，阮的案件，阮甲上诉最高法甲阮决定咧。哦，有甲恁决定，所以讲是甲咱黄学文免诉咧。哦，完全免诉，就等于这个案子也未解决啦。哦，对了。实在讲是也未解决。这个案是千古奇案。但是阮甲上诉，讲阮要回上诉，阮冤枉伊无要插啊，伊讲恁安尼决定，这六个就决定啊啦，安尼啦。所以讲，这是一个千古奇案，吼。嗯。几啊十年吼，到即摆拢无结案嘞，到即摆拢无结案，对啦。啊，国民党伊就想讲，啊，搭这法律这也无多处理啊嘞吼，啊，搭要安怎？啊，就免诉吼，用免诉来做一个安尼了结就对啦吼。啊，但是这安尼对当事人黄学文是非常的不公平嘛，对啦，哎，死不瞑目啊，死不瞑目，含冤莫白啊，一死的时间都是跟他罪犯有关。公司伊遐拢有写出去啊，公司是无名，一直寄吼，检察院啦，啥物拢写印一挂公司名目啊，死不瞑目。伊的国做日报伊嘛定啊，定讲我冤枉啊，我死不瞑目。所以讲这个案到最后一定是爱用政治解决。吼、哦，政治解决就是讲爱有一个政，爱、有一个政府嘛。比如讲，咱五万民进党的政府看，以后吼、哦，以后咱搁提出这个案的时候，看有法度，譬如讲，甲咱用什么方式，对不对？啊，讲啊，这个案都冤案嘛。这个案都冤案，真的，吼、哦，致死就是冤案。啊，都譬如讲，自己谴责自己嘛，吼、哦，自己谴责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嘛。哦，按照我都还这人的清白。我看报纸讲美国有无辜迄落啊吼，啊我唔知去找人找啊，讲啊我有办法去买，我是美国公民啊，我是伫迄落啊，人讲人美国公民是要管美国的案件，啥人要甲你管到台湾去吼，安尼啦，啊这个台司法院副院长或做啥物人？讲伊也去学要做无辜吼，什么案啦、啊？吼、哦，我安尼转去吼，紧拜托摕偌侪资料去给伊吼。迄国民党的官的讲，讲你这代志，遐久也无人要甲你办，无底好找的证据啦，伊放弃啊。所以讲，这个人到尾也要收尾吼，也是爱政治的。几年前啊，我即马家己的物件拢拆掉去，对。你比这点我就是啊，司法绝对无法度，因为吼，我伫即几年吼，因为阮爸爸咧做这代志，我拄啊退休来美国，我看真说说，伊做偌济代志，一直寄报纸，一直订，将检查院的什么啊，欢迎他一直寄，他特别嘛飞机票又通，啊，拢有时班，拢有时班，我定来讲，我讲吼。你这代志绝对翻不了案，你免迄落，都从伊遐讲的，我免搁做落去啊。
几多十个法官，你知司法体系、检调体系是足封闭的。嗯即个法官吼，包括啥物，当然在多些副院长的啥物，石明江是啥物真济啦，法官拢判过阮爸爸这个案，吼、嗯，大家拢讲，几十个，法官拢有啥物路用，顶头交代的啦，吼，吼，无甲你做回去办就足好啊，你判做回去甲你办，你是唯一死刑的，你是根本够有换命的机会啦，吼，所以我讲这几十个法官吼，你今物像你阿讲的，这个犯案这个案子哦，我当然是。犯案吼，司法体系会破产哦。我想咱大家拢对台湾人真清楚，是安那？几落十个法官，你即卖法官啦吼，即卖几只，即个几只法官是因老师，是因老爸，是因亲情，是因什么的？你注意看卖。到尾，所以你讲你这個案要翻嘞，因老爸同意，应该即同意无？因老师同意无？你看，你注意看卖，这個、绝对不可能犯案嘞。好，所以我讲到尾，这。像你讲的，佮你讲，是安怎？阮创这个网站，一方面就是讲，甲一挂朋友讲，这代志我嘛感觉无同方面。我讲老爸是做到安尼，九十几岁行袂叮当，吼，都着一口气，死不瞑目，一直做一直做，我讲这无可能放下。你遐回一个消息，跳到必须，哇，免诉，你要承认，他免诉唔对，我无做啥个免诉，我佮收银生伊阿都佮你收掉就煞嘛，对不对？但所以讲吼，包括讲你讲。包括我拄仔讲的即、這个，咱拄仔讲迄个尸体化验的迄吼、哦，我嘛去拄着一个台大的迄落化验师讲吼，结果伊即马现在体系迄个体系嘛是拢是烧刀硬件，拢是迄个体系。哦是拢是调查局迄个体系伫伫迄个，因电脑因即个台到正统的样子，商家拢互排斥去。哦，但是即个东西足封闭，我讲检调系统，甲司法系统即拢是足封闭，所以我讲即台湾的司法改革，毋是讲讲，毋是讲改革无遐简单啦。你讲你解释，毋是讲司法检调系统，调查局系统啥物？真侪拢有不可见人的迄个黑手，甲一寡。假案、错案、冤案底，足侪底的啦。不过无要紧啦吼，这当然这是爱可能大家努力嘛吼。所以有这时间啦吼。你讲到美国要有陪审员，到要司法才清明。我拄我一直讲，我去美国，咱青苔黄的，我的管理甲美国总统相关，我完全相关。我免惊人甲我呛嘛，我今日袂去作证，我今日去做陪审员，对唔对？这你这是台湾你要做嘛？啊，这爱一段时间啦，吼，大家努力啦，吼，你大家努力啦。今日咱真多谢吼，真多谢，啊是啊，咱这个武汉大旅社，这个冤案吼，这个唯一幸存者，杨勋春女士，或者是黄妈妈。啊，甲伊个公主黄乃凡先生吼，伫遮来甲咱做即个武汉大理寺即个冤案即个报告。但是今仔日咱报告即个案，伊主要上界大个目的，上界大个目的，就是要来建立台湾个法治吼。就是毋茫讲就即个案，甲就足济个即个冤案、假案、错案，要来平反，啊，要来建立即个台湾真正即个。即、这个法治吼，拄仔我有甲各位报告吼，就是讲咱毋茫有一天，伫台湾有法度建立由西方现代民主政体所定义的法治。所以伫节目结束以前，我要来甲各位报告吼，用一分钟的时间甲各位报告，就是啥物叫做由西方现代民主政体所定义的法治。若是要有即、这个有即款的法治吼。以至少要有一挂元素甲要件，才有法度建立。所以咱啊，今日咱这听众朋友甲观众朋友，如果若听到我这个报告的时候，咱就共同来向这个目标来努力吼。要建立这个台湾的这个法治吼，伊一定要有一挂条件。啊，这个条件是啥？第一。伊爱有一部伫宪法位阶的人权宪章，哦，这是第一。以后咱若要，比如讲台湾的共和国有新的这个宪法了吼，台湾的这个有新的宪法是，咱一定要有一个人权宪章，这个。
第二就是讲，爱有一部设立三权分立跟权力制衡的宪法。过来第三呢，就是一个可以进行独立审判跟可以彰显公平正义的司法系统。过来还有一个一个国家化跟中立化的文官系统，与一支国家化与中立化的武装部队。过来。要有一个多元价值跟多元文化能够并存的开放社会。过来要先，要有一种政党可以轮替执政的责任政治。过来，各级政府有定期、普遍跟公平的选举所产生。过来，要有一个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广大的、强大的公民社会。过来，要有可以在言论市场竞争的自由媒体。过来，要有一个由国家预算支撑的培育公民文化和公民的公立义务教育系统。过来，要有一种在多种互相冲突的利益的社会中被实践的带有宽容与妥协与责任的要素的个体主义哲学。最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要件，就是要有一套可以建立或巩固公民社会及民族政治的法律教育，以及可以培养优良司法从业人员，包括律师、法官与检察官的法律教育跟训练制度。像拢总的，我有列出十二个这个。要建立台湾法治的这个要件，甲伊的元素，所以咱今仔日呢，就伫遮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来做一个这个结束哈。啊，毋忙大家呢，会使用这个呢来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嗯嗯。啊，我嘛期待哈，有一天咱这个武汉大理社这个冤案，甲其他。这在国民党统治的时代，蒋家统治的时代，所制造的足多这冤案、假案、错案吼，有一天拢会用得到平反。不管是法律的途径，或者是政治的途径。哦，咱今日咱的节目，咱就到这。多谢，真感谢有这个机会，通好讲一句话。